疏散咗游乐区、泳池区、东翼同中区娱乐场啦。 你唔想我只狗啊？咩事啊？喂，你肯定系佢？你睇下就系呢个啫。 整一杯檸茶，兩杯黑啡。OK， 收到。 領水啊，老細。靚仔，靚仔，嚟，嗰邊張台靚啲啊！嚟，我哋過嗰邊坐啦。 今次嘅冇发现啊？冇，我哋仲要查到几时啊？唔可以停，就咁放手，你觉得值咩？就系跟住你，我先觉得唔值。
不如 close file， 我要见上面。你忍等我，除非我系定。放心，我会负责。Madam， M 823条友有搞事啊！仲要几耐？两分钟，两分钟就有张主页回复正常。Madam 系问，仲要几耐先可以找到佢 IP 嘅位置 ？IP 系黑沙环海边马路 MP5 网吧，又喺公众场合。Madam 啊，开快啲！司警做嘢，啱啱有冇人埋单走咗啊？冇。哇！咁快有人将个截图摆上网啊？仲好多人 like 过呢个 MO823。去出边睇下 WiFi 嘅接收范围，特别留意有天眼嘅地方。Yes, madam。陈局长，我在现场，暂时没有发现。MO823，823号，就是我们站在的地方。讲下新方案。MO823近期的作案频率在增加，和网络的热捧有关。这个人有严重的网络依赖症，既然网络可以给到他这么大的满足感，我建议暂时关闭澳门主要论坛对 MO823 的讨论，同媒体沟通，尽量减少报道。只是封锁？这种人一旦失去舞台，就会发癫，就会犯错。可以播了。这些是这两年来他盗用的 IP 地址，还有这一笔，他一定会完成的。现在地点有了，就差时间。逼他，就是要时间。喂 ，Madam 啊，啱啱特警组嗰边爆料俾我听，佢话梁 Sir， 佢阿辉哥帮拆弹组拆弹喎。喂，不过佢个鼻真系咁犀利嘅咩吓？拆弹？佢拆咩弹？咩啊？晏昼放假炸弹嗰单新闻啊嘛。不过放炸弹条都几无聊，佢又帮咩自媒体搞假新闻喎？
我哋下面进行第二项。你写噶？我哋坐低慢慢倾。你哋认为我有病？系。阿辉，两 Sir， 你唔好激动住，呢个就系临时嘅，即系冇调整咋。如果我真系有病，我第一个查晒你哋。佢而家嘅幻觉越嚟越严重，教授，我哋不如试下催眠介入治疗。我理解你嘅心情，但催眠系一把双刃剑，稍有不慎，效果适得其反嘅。但我担心佢唔食药嘅情况会越嚟越严重。佩斯啊，关心则乱。阿辉嘅幻觉可能系随机产生嘅，亦都可能是外人强加给他的暗示。人的大脑究竟有几复杂，谁都不知道。我建议都是要慎重。信任，可能信任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疏导。十万晋升 VIP， 年息超过35%，先币国际投资项目覆盖东南亚地区资源支柱行业，博彩、矿产、能源、电信、银行，实时交易平台，专业理财管家，令投资动态收益月回报超过30%。先币国际，虚拟货币创造真实财富的第一平台。接住落嚟，有请我哋嘅 COO 郭婉君小姐。美国有纳斯达克，大陆有沪深股市，香港有港股。从今日开始，我哋同样拥有自己创造财富嘅平台，因为我哋有。班小丑做长苏就可以有素材摆上网，我哋就可以同啲下线讲故仔咯。估计喺未来一个月，我哋嘅在线会员会增加200%以上噶。你搞咁大坛嘢咧，澳门司警好麻烦噶。喂！你做咩？你想点啊？喂，冷静啲啊！你冇乱嚟啊！你想点啊？冷静啲，过嚟啊！哇！咩麻你啊？投资系有风险噶。你哋个个都逼我噶，嗰啲牙龙盘啊，面得晒红啊，佢点话啲？你闪一闪啊 ！Yeah！ 你，OK。我哋 OK。
今日开始，我哋同样拥有自己创造财富嘅平台，因为我哋有。你哋每一个电话都喺度帮紧每一个人实现紧佢哋嘅梦想，但系与此同时，你哋亦喺度帮紧你哋自己实现紧你哋嘅梦想。嚟，话我知，我哋嘅梦想系乜嘢？搵钱，搵钱，搵更多嘅钱，搵钱，耶！加油！我希望你哋当中有人。有一人可以企到我个位置。梁生，你好。欢迎加入Sim大家庭。多谢。带你周围行啊。好啊。梁镜辉，郭小姐。你好。澳门人真的很热情，坐。我请他来做我们保安部的经理。写得到长份工吗？转下环境啊嘛，我哋嘅人工都唔低啊。但系赌场始终大公司，帮你哋可以搵多啲嘛。冇错啦，人最紧要清楚自己想要乜嘢。记住，从而家开始，你只需要对我哋两个负责就 OK。OK， 好啊。OK， 你好似好紧张咁。职业病啊！好，咁我带佢出去先。上次多谢你啊！点解请佢？我哋上次系好彩咋。咁下次呢，我哋而家係赚到好多钱，但你都会有命使先得㗎。嗯，呢边呢，行啦，带你周围睇下。
喂，论坛度 M 八二三消息冇晒喎，俾警察捉咗啊嘛？俾警察捉咗咩？你点知噶？收到，三楼 A 区，拖住佢，唔好断开。Action！ 先去。系咪呢部电脑啊？应该系。阿头，对方又上线啦，喺四楼 C 区啊！所有人上四楼，快啲！他们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是他们啊？我讲多次，那晚我只是听到枪声和闻到火药味。 OK， 这个是命令，要拉的人都拉了啦，就当是最后一次。你放心，我会看着你。那三年前呢？你都是这样说，你已经不是警察了，放过我，放过你自己了。咩事啊，周组长？你坐低先，我哋好好倾下。帮我复职啊，阿辉，唔食药嘅后果你系知道噶。啲人系咪当我傻啦？冇所谓。你唔可以认真啲咩？好，你思想问责，有冇搜查令？
梁镜辉，我是真心想帮你啊！你帮了我好多啊！我而家好自由，唔需要看护。你永远都只系只顾自己嘅感受，从来都唔理人哋。张子莹就系因为你先出事噶。子莹嘅事我会负责，我唔使向你 report。我次次嚟你都知道，咁点解你唔收翻条锁匙啊？你睇到噶啦，我真系觉得我哋做得好掂咯。其实我仲有个谂法，点解我哋唔可以喺网上面做，将生意做得更加大咧？想做大啊？你自己问老细啦。到咗啦，百家乐嚟。我实会问嘅。阿辉，你今日负责揸车得啦。听人讲你之前做司警嘅，系啊。我想知原因。而家当差成日俾人闹，帮你哋揸车开心啲。兜多个圈，以防万一。好似被佢发现咗喎，咁醒嘅咩佢？唔系话佢呢度？佢咩氹个师傅啊嘛？你话咧？咁点啊？打俾咩氹啊？又系我啊？唔通我啊？你饮杯嘢先啦，我再 call 你。我同你上去啊！唔使。
快啲啦！品香咁高雅，是你带埋噶买菜车真丢架。品香都要食饭噶嘛？咁多位你哋好，我系先币国际嘅郭远君，呢啲小礼物系送俾你哋嘅。你好，咩先币国际啊？搞到咁大 party， 成澳门通晒天啦！嗰个盘有几神仙？这只是加里曼的沉香，这样点一点千几元的了，这钱是不是烧得很快呢？但是我有办法找得更快，买仙币要投几多？投得越多赚得越多。信佢真的可以洗得所有的罪。你忏悔悭返好多一面羊。你一定是做了很多错事。你夠膽说你没有做错的事？我会选择自己承担。承担是要讲能力。就算我没有能力，我都要对得住信任。郭小姐，你都很熟澳门的路，来了很久。你又知道我不是澳门人？澳门人一看就知道。你是柬埔寨老挝人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来了澳门四年。那你之前做什么？对住我，你可以收翻你啲职业病。
头先有个教授叫我交俾你噶。一阵间 call 你。点啊，梁经理，系咪话要出下啲监控啊？唔使。唔使，唔该。好。我开个唔忍，多谢。又系你呢条友。你应该冇试过打仗，嗰时柬埔寨立立乱。有一日，屋企俾人炸到烂晒，跟住成家走烂，好似马拉松咁。唔知几时系终点，
跟住咧，跟住咪得翻我个咯。Sorry。好彩俾我遇到一个人。是他带我来这里，但是你都好像不太开心。不傻，我那时以为可以不劳而获，但是我有付出的，公平。有冇八二三有send嘢嚟我哋網站度？Sir，有定位啦！咁快？即刻出發！喜欢搞真人 show 啊！而家全澳门都睇紧你呢个冇用嘅警察喺度表演啊！我保证你会有好多观众。你系边个？
咁快啊？喂，輕手啲啊！指引嚟啊！輝哥，翻去同 Madam 講兩句啊！巡例嘅啫。郭小姐，你做边行噶？先闭国际。咩都唔搞掂啦。多谢你嘅配合，梁生。大仔咧？新女友啊？你应该问边个带条片出街？先生，咩事啊？先做緊嘢，我係佢朋友，小姐，佢係我同事，入去啊！原來你咁 open 噶，咁小心嘅。I don't care。你要盡快安個保安系統。我知点做啊，郭小姐。如果冇乜嘢嘅话，我哋就走先啦。你有任何发现，可以随时通知警方。收队。Yes, madam。我哋都要开会。好，我走先。知唔知系边个做噶？佢哋话 M O 八二三。Madam， 你真系想将辉哥列为调查对象？咁你觉得佢喺度做紧咩？虛擬貨幣、網絡投資，你覺得佢係嗰種等錢使嘅人咩？咁啊，錢又係人都中意嘅，不過佢絕對唔係呢啲咁人。其實個 MO 八二三都要賺錢噶，網絡公司啊，啱佢。將 SIM 公司嘅 Simon 同埋郭遠君列入 MO 八二三嘅背景調查，盡快查清楚梁景輝今晚嘅通話記錄。我嚟见边个嚟噶？旧同事。系咁多。前女友啊？上世纪嘅事啊。我哋迟啲会走。去边？你会唔会同我一起啊？不爱笑的人，夜里思念谁人？我唔可以离开澳门。
去黑沙环大马路啊！你是不是在追这个人？这个人叫陈国添，尸体都是在九澳水库发现的。又是九澳水库？初步判定他是畏罪自杀。即是考古了。技术部反向跟踪你的电话，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通话加密记录，就是 MO823 将我们引去现场前的十分钟，但我哋揾到佢嘅时候已经太迟啦，只系发现咗一封遗书。遗书经过鉴定，系佢嘅笔迹嚟嘅。佢住喺边？辉哥啊，你到底仲知道啲乜嘢啊？我要去佢屋企。麦 Sir， 哦，辉哥，辉哥，唔该。佢做咩噶 ？IT 达人，佢曾经 hack 过银行嘅大客户数据库。空话定勒索？暂时冇收到任何嘅投诉同埋报案，我谂应该系恶作剧。我以前冇教过你讲应该噶，一定未做实都系叫怀疑。嗯，仲有咧？哦，你睇下，佢姓陈，好多证物上面都有 C 呢个字母。我怀疑就系代表 Chan 嘅意思。呢个咧？只有呢个冇，里面有100万嘅现金筹码。不过我哋调查过，呢一个月之内，佢的确有过出入赌场嘅记录。好熟嘅陈香味。究竟咩事 ？Sorry 啊，从而家开始你唔再系签公司嘅人啦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会照足规矩办嘅。我衰咩？你衰咸湿啊！你知唔知郭小姐佢几尴尬啊？我本唔系好大嘅，你等我一阵先。喂，喂，实叫入嚟。喂，喂，即刻走。
good job 啊！我警告你啊，唔好再跟住我啊！OK， 呢件连 MO 八二三挑战司警嘅证据已经七七八八啦，都系技术部好嘢啊！揼到咁烂嘅 hard disk 都复修到，系佢哋烧毁得唔够彻底啫。是他沒有你們那麼專業而已。如果你賺了100万，你會不會走去自殺呢？欸，他瘋的嘛，那不瘋又怎會搞那麼多事呢？是不是輝哥說 MO823 監視國遠軍，但是 Hard Disk 裡面沒有相關的資料。你相信他啊？是你寫 report 叫他看醫生的。我懷疑陳國添是被人催眠的時候寫下這封遺書的，快點去查你說的雲端吧。那還要很久，就算找到加上加密申請破解密碼，而且基本上都是 backup 來跟我們手上的資料沒什麼分別。副局長已經催得很急啊，打給他這樣，我們先結案，跟著你再慢慢查好嗎？快點去做事吧。你是说张子琪入了先公司？其实也没什么啊，澳门又不是很大。我查这条线，我不可以被他查。我一定不可以被他留在先那里。你觉得他会听你说吗？陈国坚收了100万都要死，我不想死得过。现在还会有人信你吗？咁你信唔信我？OK OK， 听完咁激动人心嘅业绩增长报告之后，跟住落嚟，我哋将会有一个小小嘅挑战。我哋将会暂停一段时间嘅分红。吓？咩话？咁样点解解释噶？跟住落嚟，有请我哋新任嘅技术总监张子琪小姐为大家讲解。今次主要进行系统升级，喺呢个过程入边，大家嘅接单唔会受到影响，但系分红会暂停。server 升级需要3日，界面优化需要2日，新嘅界面培训需要1个礼拜，最快4日。系统升级之后，结算速度会提高10%。新嘅界面优化，保守估计效率提高15%。点理解呢10%同15%呢？就好似人哋开住部电单车，一晒雨淋，我哋就已经开到宝马；人哋仲喺度挨紧粉丝汤，我哋就已经食紧鱼翅捞饭。人哋仲喺度筹紧买楼嘅首期，我哋已经住紧别墅叹世界。到嗰阵，你哋就会知道数钱数到手抽筋系点样嘅感觉。我硬系觉得你帮我哋做嘢系有咩目的嘅。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目的的。嗯，咁你话嗰个梁镜辉，佢系咩目的呢？嗬，
成日凝住咧，你哋应该系识噶。嗯？唉，冇所谓啦。无论点都好，我实会俾个交代你嘅。无聊，你唔觉得你而家好似梁镜辉咩？唔好喺我面前再提呢个人。你哋有分别咩？为咗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完全唔理人哋嘅感受，所以佢就可以唔理我家姐嘅生死。你哋系唔会知道子莹当时有几惊，但系我知道。因为我哋系妈生噶，OK 啦。仲差啲。将所有 account 关联落呢个里边，做埋呢一步，我讲过会俾个交代你。周处长 ，Sir，Sir， M O 八二三单案仲未报上嚟嘅，旅行之前咪话除晒证据噶。我觉得佢嘅死因仲有啲疑点。过年嘅单案嚟嘅，今晚我要见到份 report。呢个唔系我想要嘅嘢。你知道我想要乜嘢？唔使急，一步一步嚟，信我。你答应过我，会带我去见大老板。你呃我？咩事？有料到，入嚟倾。我查过啦，陈国添 hack 入去嘅嗰间银行嘅大客户名单里边，最近的确有人买咗大量嘅仙币。贩卖数据，睇嚟仙公司就系幕后买家，但系100万呢个价钱高到离晒谱。用得起咁嘅价钱去买，系想偷更加多嘅钱。偷？辉哥话嗰100万系 Simon 俾噶。如果 Simon 要杀死陈国添，点解要俾100万佢啊？而且系杀死佢之后，将笔钱留咗喺现场。我明白你意思，
你想说 Simon 想偷钱嘛？辉哥说Sam公司背后还有一个人，就跟三年前林祖华案一样， Simon 就是当年林祖华的角色，但很明显他就是不想做第二个林祖华。那就对了，陈国天帮 Simon 偷钱，又将郭远军的资料摆上网，背后的那个人一定想要消失。行啦，我哋去上面汇报。你放咗我，我分三成俾你。分一半俾你都得噶，你知唔知系几多钱啊？2亿啊！你以为佢会分几多俾你啊？500万、1000万，定系你想成世做佢嘅棋子？分完钱，我哋离开澳门，你还你，我还我。我已经帮你赚了不少钱，都算是无汤无欠了。如果不是我领养了你们，你们还在柬埔寨玩地雷，是不是？攞了几多少？7亿。在边度？即系过嚟开门，唔好问啦，自己 check。自己跳落去 ，Uncle， 你放过我啊！我知错噶啦，一路向前行。
哇！呢個後面常去垃圾站。乜乜都知嘅。我已經通知曬所有部門啦。希望以後有機會再見。等你三年，张之奇咧，楼下有部电单车，车牌 MP5345，你知道我要咩，记得带埋过嚟。你而家只系经济诈骗，如果你系都要撑住嗰个 Uncle 张，张子奇一旦有事。你就会加多一条胁从谋杀。我都想知道他在哪里。如果不是阿辉，我一早已经跳了下楼了。那个筹码阿辉没给你吗？我误会了他。你感觉是什么意思？我还以为你是他女朋友。前面转右去塔石广场。梁敬辉的手机定位在哪里？安华新村一座。麦 Sir， 有不妥，你现在即刻去梁敬辉家。即刻拿部电话回来。 Madam， 我好像找到了 MO823 的云端 backup 了。有什么发现？的确是有国远军的监控视频，还有大量他黑过的手机资料。这个隐藏的文件夹都是跟尖公司有关的，其中这几个号码很异常，使用的频率很低。这几个号码是否可以锁定？可以，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。好，想办法锁定这些号码。周处长，立即派行动组上街，我派特警会入嚟。我这边有定位，即刻通知你。Yes sir。Thank you.
终于都想起来了。啊现在怎样？你是老板，你说呢？你才是老板啊。真系唔想撞翻你，你让我罪孽深重。怪呢个警察太硬颈啦！呢个 ending 系你自己拣噶，啊，冇问题，俾机会你再做一次，嚟。OK， 开枪。三条人命，我写包等你坐监坐到见阎罗王。你错啦，我杀人从来唔会自己喐手。不过你个子刑就真系太无辜啦。你真系觉得自己无罪咩？谂到咩？姊妹情深，个妹开枪打死梁警官。帮家姐报仇，呢个 ending 仲精彩。开枪！开！打死他！快撤！快撤！
捉的鱼母虾米冇乜用，我要捉个幕后猪佬。佢哋已经怀疑我啦，你要信自己，信我。我从来冇谂过自己可以以咁快嘅速度去积累财富，所以千祈唔好认为我哋而家已经行咗好远，以后我哋仲有好长好长嘅路要行。不爱笑的人，夜里思念。谁人任雷轰极灿烂，未燃亮心底的暗，回忆是种幻觉。不发声的琴，弹奏都是前生。你跟他的故事，怀像般不可。为何在等？